你们猜什么样的人会用 OPPO 或者 VIVO？ 这年头还被这种厂背景啊，不是钱多烧的，就是赚。哎，刻板印象了啊，人家 OV 这两年还是非常可观的，市场份额都赶超苹果了。要我说啊，用 OV 手机的这三类人是非常有品位的。一类是审美在线的颜值控 ，OV 的产品颜值向来出名。就比如今年新品，不管是带着琉璃金边、细闪低调的 OPPO Reno 9，还是温润如玉、精雕细琢的 VIVO X 16，又或者是融合国风设计的 S 90，随便一款，那颜值都绝对出众。带手机壳纯属多余，颜控很难不爱。另一类也就是我这种追星柠檬粉 ，OV 的明星宣传是下了血本的，肯定有人是为了自家正主抢过手机的吧？另外 ，OPPO 还有各种联名，柯南英雄联盟、新世纪福音战士、天官赐福，各种设计诚意满满，不抢都对不起我的二次元之魂。最后一类就是爱美爱玩的拍照党。从咱们最熟悉的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，到现在的蔡司英寸主摄、前置柔光灯等一系列镜头升级，后置也能轻松。后置也能轻松变单反级大片，而且前置一字拍时啊，就自动追焦补光，任谁不敢抗拒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作为 OV 的你们，属于哪一类呢？